抽个50000钻。呀！哇！飞龙，拜托，拜托，这样比较好吗？不会飞龙被他们两个抽完了吧 ？Hello， 大家晚安。迟到了，对，迟到了。刚上厕所，抱歉，我迟到，道歉。为了飞龙啊，我们已经抽了很多了，对我来说很多了，对你们来说可能跟课长比的话应该是没很多，可是我自己来说，我很少在游戏上面抽卡的，我这样抽已经是抽的超过我的限度了。顺便看我确认一下，我另外一个车上没被打，因为现在我们晚上都会被打，挂机都会被打了，被韩国人砍。好，我把连结丢到群组啊。今天比较晚开啊，可能很多人已经睡觉了，明天要上班。不过没关系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先抽再说。我看到丁特跟小许他们，我们晚上我在跟他们打巨女王嘛，他们在抽卡。我刚刚看他们一直在抽一大堆的那个飞龙，我真的手很痒，忍不住刚刚晚上又除了一下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抽个50000钻先试试看，剩下的我看明天礼包有很多有卡包，我们再继续跟。我的抽卡歌呢？抽卡歌曲，这首歌可以证明了我的抽卡之欲。来吧，开抽！我们跟我老爹一样，我老爹恐龙王不是飞龙王，我们就跟老爹一样，看着这个动画来抽。因为我老爹号称飞龙王，只要是没有红盘的，我们就跳过，重新再来。欸，今天有没有什么？今天是不是很直接啊？我一开直播不跟你拉赛，我直接抽，欸，会不会太直接一点？还是让我们拉赛一下，或又或者是边抽边拉？欸，不会飞龙被他们两个抽完了吧？不会晚上被小曲他们抽完了吧？靠杯啊，连个红盘都没有！你挥个手可以，哇，有了！飞龙，拜托，我们直接结束20000钻，直接结束飞龙。哇哇啦，干，不要吓死我！嘣！金牙，金牙狙，有了金牙。完了，我该不会今天？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啊！我这个月的薪水，哦，来了来了，拜托拜托，两红盘了，求你，拜托拜托，直接飞龙，我不想再抽了，直接飞龙，结束吧！啊，看好硬哦！有金牙，呀，哇，飞龙，拜托拜托。嗯，欸，我真的很少玩游戏这样抽卡，但这个真的是受不了。我每天都看着我的飞龙，然后很痛苦，然后合卡也合了。我私底下没开直播的时候无聊，身上有钻，我也会把它点，我会点个一两下，点个一两下，就是为了那个飞龙。他那个不给我飞龙，欸，我觉得我们抽到30000，我们搞不好合成会有，搞不好合成会有。干，不行，我要合成了，抽了50000了。我74000开始抽，74000钻开始抽，现在24000钻，好，合成，搞不好合成就有了。不要急，我们合成应该会有卡片，应该会有吧。我这样子抽了50000钻，1、2、4红盘算好吗？欸，如果欸算好了，因为我一红娃嘛。可是正常来说，50000钻四红盘算少的吧？我们以红不要看红娃，我们以红盘来说的话，50000钻四红盘是算少的了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把你塞进去了啊？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把你塞进去了啊？你以为你要进去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进去，进去啊，进去吧你。哦，开卡池，开5张，27×5多少？这样有比较好吗？好，我们直播再走。我们今天到底，你们点赞就好，也不用订阅了，点赞就好，点赞。再做最后一个海底捞月，海底捞月，飞龙，我直接抽单，
你敢不敢？我直接来电视送单。好，没有，他不敢。你是我行程，你不要讲干话。我不想你，我知道你25万赚，我知道你25万台上头的故事，你不要让我跟你一样，我这个人不轻易上头。我今天其实我今天这样抽7万一个红娃是不错的，只是那个红娃干不是飞龙。有没有比较好的抽卡圣地介绍一下？魔法研究所。来，我们找个比较神圣的地方抽卡，就这边的吧。火焰，我们就在这个舞台前方看着他表演。我先讲，今天如果没抽到，明天我就不抽了，好吧？今天如果没有，明天我就只跟这礼拜我就只跟你包，我就啥事都不干。抽龙骨抽是不是？好，我去龙骨，我们去那什么卡瑞的试验那边。好 ，good idea， 卡瑞的试验这边多鲁加遗迹，这边有个屠龙骑士。我们在旁边跟他先讲话。哦，正妹，好，我们在正妹旁边，这是我婆，好吧，梅吉，我婆，在他旁边。他这画面不能拉更近，不然我就拉更近，让你看他的身体。抱歉，深夜我可以开车吧？现在深夜台，我们尽可能开车，来开抽，继续抽。哦，回手了，今天第五次红盘，可以了，心疼，应该用不到你了。先从矮人开起来，矮人开光，开爆所有棒子，开妹子，中间，飞龙拜托下课，飞龙下课，飞龙下课，飞，心疼，以后不要开纸片了，开自己的。你怒买了一个死机账号，你不去开起来，你玩纸片不行，我觉得这样不行，你枉费那个账号。情歌，哎，挥手！屏东的朋友，把手借给我。我们把小卡开掉，留下这个 King 啊 ，King of the World。你为了要去这个地方打，你必须要能够扛得住斯科巴的攻击，因为这游戏你们也知道，魔法伤害就是现阶段来说是最可怕的。物理伤害你可以用减免、用防御去弥补，但是魔法伤害你单靠抗魔100，你被敲还是很痛，一堆纸变课长被魔法敲都会掉血，物理反而对他们来说不痛不痒，但是魔法伤害真的很痛。我是为了要扛斯科巴的魔法伤害，我才点水鼠的。我印象中是啦，但其实就算点，我跟你讲，就算你们现在点错也没关系，因为属性它替换属性不用花你额外的花费，你就去挂梦岛打属性石就可以了，没有敌人干。我有学，我林北有某意志，你跟我对抗，你他妈不想活了是吧？北。